我们刚刚说到哪了？晋才兄在说月华和雅秀合作，我有没有决定权？对对对，你能不能拍板？他是代表不了我们月华的。休息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可没拿福气。陆董事长，你好啊！陆总啊，恭喜恭喜呀、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可真行啊！啊，为了个结婚纪念日举办这么隆重的宴会，让我老婆羡慕死了。你这不诚心让我没好日子过吗？哪里哪里，雅秀真的是好久不见了，越来越漂亮了。我们老谢呀，结婚这么多年以来，东奔西跑的，连春节我们都很难见上几次面，所以呢，这一次他说是补足了25年来对我的所有亏欠。没错，坐，坐来。陆家浩脸上为什么也有伤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给你。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儿子陆家浩。好好好，年轻人不懂事，刚才有失礼节，实在是抱歉。哪人呢？杨总，他是代表不了我们月华的。是我，是不是？我等不了了，马上动手。陆董，在您还没来之前，我们跟这个梁副总提出了要跟月华合作的意愿。我做生意的宗旨是以和为贵，合作共赢。在过去，我们之间可能曾经有过竞争，但如果你们现在愿意抛出橄榄枝，那我们月华绝对愿意面对面坐下来谈。太好了，陆董事长真是爽快大气啊！太好了。刚才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担心你会做出一些不能兑现的承诺，所以。我就先说了，哼，原谅我吧，家浩，我是你梁叔叔，不
介意的。好，那太好了。爸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就回去休息吧。我也觉得这个时候我在这儿有点多余。我先走了，不给他们打招呼了。走了，慢点。朱天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走开！和你没话说。干什么？走！别拦着我！总裁。哎，你等等，向总，等等，你们别拦着我！好，小心点。天，过来！别拦着我！你们带这些东西进来干什么？你，朱天，你别紧张，你有什么话你慢慢说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你想象的样子。来人，听我解释。快把他拖出去！总裁，总裁，快把他拖出去！快，工具只是工具，总裁，给我带走！快把他拖出去！总裁，总裁，听我解释！总裁，不是你们想象的样子！总裁。什么东西？啊！刚才朱天说要找我，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呢？妈，他带这么多凶器，不怕他伤害到你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一场误会啊，一场虚惊。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没事没事，我很快回来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，张浩？我不是，没有做错事。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你们都要针对我？朱天，没有人要针对你，你也没有做错事，只是大家不知道你为什么今天会辞职啊？而且你辞职以后为什么又回来了呢？而且你干嘛要带着那么多工具去找冯总？我，还有就是那个水果雕，是你做的？说什么你们都不愿意听，所有人都不愿意听我说。说的还有什么意思？朱天，能不能别这样啊？谁说没人相信你啊？我就相信你。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说了还有用吗？有用的，有用的。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解释啊。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好人，我们是朋友，对吗？一个多小时把这个水果雕做完了，然后正好在我雕做的时候，我听说是冯总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说我想当面跟冯总说一声纪念日快乐再走。那不是很好吗？那你刚才为什么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呀？害得大家都以为你是来找冯总算账的。你看我长这样也不怪我呀，当时那么多人抓我，我能不跑吗？我，你们的意思是和我们月华合作开发海滨度假酒店？是的，陆董，我们两家酒店为了争取那块地皮，已经交过好几次手了。这个开标的日期吧，也一直往后在延。政府也希望能够妥善的安排渔村村民的搬迁问题。我们彼此也都跟渔村的人都有过接触。渔民并不配合这个项目。我听明白了，与其各出奇招，不如强强联合。以我们两家的实力，开发这个度假酒店应该是得心应手，啊，将其打造成为一个
本地最豪华、最具创意的度假胜地。嗯，哦，陆董事长真是心如明镜，一点就透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咱们现在酒店的配电室着火了，火势开始蔓延。你打119了没有？打了，消防车马上就到。俊杰、梁峰，你们先冲水，先协助大堂的经理疏散所有的旅客。好，放心吧。陆总啊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一再出问题，我们改期再谈。好，我们走。嘉浩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要不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，问他在哪儿。别急，咱们边走边打啊。好。大烟呀！哇，着火了！快！着火呢？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出不去了？别急，酒店有自动报警系统，估计啊消防员马上就到了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进，烟太大。注意安全！注意安全！注意安全啊！来，一个接一个走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林聪儿？不是，你来干什么的？先走。我今天看到林聪儿在三楼。林聪儿在三楼？是，他还在里面。喂，梁峰，你别走，他成英雄，你让他去就好了。我们快走吧。消防员怎么还不来？再坚持一下，嘉浩大爷，救我们！王姐。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吗？
这孩子的命真的是太苦了。为什么这些痛苦的事情总是要缠着他呢？雅秋啊，不要想这么多啊，磕磕碰碰啊，谁都会遇上。妈，就是个员工嘛，至于这样？员工怎么了？员工就该低人一等吗？你怎么就没有一颗仁慈的心呢？从而他对你不好吗？不是妈，哎呀，我就是随便那么一说，你那么大火干嘛呀？春姐啊，你妈妈的话你这样听进去，啊，你妈妈的话正是我要跟你说的，你真好好想一想，做人你要有宽容，要有仁慈。爸，知道了。爸妈，你们要不先回去休息吧，他的住院手续我来办就好了。这样，雅秋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啊，妈。这里有我呢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放心吧。哎，总裁，谢总。梁峰。啊，我给聪儿炖了点鸡汤，给他补一下。嗯，做得好，真可以做我们家俊杰的榜样。妈，人家是在追求聪儿，这能一样吗？是吗，梁峰？啊，是啊，总裁。嗯，有爱情，有爱心，都是好事。你们好好相处吧。爸妈，送你们下去吧。啊，没错。哎，大先生，赶紧去呀。聪儿，你醒了。我头好痛啊，这是在哪儿啊？你现在人在医院里。为什么会在医院？你不记得了，酒店当时着火了，你还在里面，当场就晕过去了。走不动，走不动会死在这儿的。赶紧起来。好心啊。起。你不知道，你都已经昏迷了好几个小时了。不过现在终于醒过来了。来，聪儿，尝尝我给你熬的鸡汤啊。哎，你别动，你还输着液呢。你要去哪里啊，聪儿？我要找嘉豪。不是，嘉豪一定在这儿，找他去。哎。聪儿。Thank you.
怎么还没睡啊？警察局那怎么说的呀？哎呀，你赶紧睡吧，别操心了。警察局、消防队都派人来调查了，初步怀疑呢是人为的原因，但是也不排除线路原因。毕竟起火的地点是在飞田市。这不可能，酒店的消防系统是定期检查的。行了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就等消息就行了吧。啊，查了结果我会告诉我。哎，不行，我一分钟我都不能等。如果陆家浩他们有冲进去的话，或者是他是后怕的话，那冲了他就葬身火海了。老婆，现在都一切好好的，冲了也没事了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啊！哎，睡觉睡觉睡觉。冲了不是一点事儿没有吗？我后怕。别胡说。不过说起啊，这个陆家浩能够见义勇为，我真是看好他。什么？你看好陆家浩啊？就因为他救了冲儿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陆家浩，他可是一直都是吊儿郎当的。大学也没念完，中途就辍学，而且出了校园之后一直都在插科打诨，也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。老婆啊，文凭是一张纸，品德才是代表一人的一切啊。陆家浩能够冲进火海救人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激他？是，他救了冲儿，我是感激他啊。可是你不能因为他救了冲儿，你就把他当英雄啊。反正我对他的印象非常糟糕，他惹哭过冲儿。我不管这一次他是好心还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反正我不赞成他们俩交往。老婆，我都知道你想什么，你是怕聪儿嫁出去是不是啊？不过咱俊杰跟陆家浩比啊，这是还是有距离啊。你看咱俊杰啊，耐心不够，冲动鲁莽有余，要在商业上立足啊，这修养远远不够啊。咱儿子性格从小到大都这样，就有你的责任，也有你的责任。对，太娇惯。你醒了？啊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医院呢？你忘了吗？昨天晚上你冲进火海去救我，然后你就受伤了，然后你就被送进医院了。医院？嗯。你是谁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？我，你别吓我，我是林聪儿啊，你忘了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什么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昨天晚上救了我，我是林聪儿，你别吓我了，你是把脑子弄坏了吗？我为什么？你，我救你，我为什么救你啊？你真的忘了吗？我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，我因为你是什么呀？你，我，嗯，你什么？我是你女朋友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是我什么？女朋友。不是，你是说什么？女什么？你说什么听不见？你是什么？你有病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忘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逗我玩？不是，就是你想你说清楚，你是我的什么吗？我是你的什么很重要吗？这当然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你不知道，我陆家浩的女朋友，那是，
其他人都不可以拥有的。这等于我，你是我女朋友了，我就要在你额头上贴着。你是陆家浩的女朋友，你的背后也贴着。你是我的女朋友，就连旁边也贴着，所以谁看见的时候都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。你以为我是猪肉啊？讨厌！啊！好痛！我又问了。不是，这里也疼。啊，这里也痛啊！没事，我跟你聊一下。这里也疼。手痛啊？是。好，这边也疼，这边好疼。这边也疼。好疼，好疼。好。哦哦。厉害，来。好疼。嘿，太痛了！哎呀，天哪，你怎么也不提醒我？哎呀，我还要提醒你啊！我好笨的哈，对不起啊。轻一点。爸妈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叔叔好。真的没做。夏浩就是为了救他来医院的。我记得你，你是那个，冯总裁身边的那个特别助理，是吗？哎呀，好。哎呀。我给你们介绍好了，这是林聪儿，他是。我的女朋友，也是你们未来的儿媳妇儿。干嘛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呀。冲儿，太好了！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浩从来没有带过女孩子回家，这是他的第一次。你别害怕啊，阿姨是高兴的。哦，对了，要是我们家浩欺负你的话，你就告诉阿姨，阿姨替你收拾。哎呀，老公，真好看，我越看越喜欢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吓着人家。嗯，聪儿，欢迎你常来我们家来玩啊。谢谢叔叔。陆家浩，你的爸爸妈妈真好。嗯，我先回病房了。啊，再见。你有没有伤着啊？我没有，没有。谢谢。姑姑。等他们走，顾儿再通知你来疗伤啊。你跟妈妈说，你和冲儿交往多久了？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哎，什么时候我给你办一个大的喜宴？你说这喜宴我给定在哪儿呢？哎，老公，你说我们要办什么样的喜宴给儿子？对了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？好啦，你都那么着急了，还敢不赶紧生啊？家豪。既然交了女朋友，就应该好好待人家，可不能再像以前天真幼稚。啊，怎么说儿子的？我现在通知你，我跟你妈还有谢总裁、冯总裁一起开了个会，我们两家已经商定好共同开发海边度假村。真的？当然真的啦。那这就好了，那我马上就可以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作小组，然后我就把林聪儿拉到我的工作小组来当我的私人助理。嘿，太好了。爸呀，我从来没觉得你那么能干哦。从我开始跟你学习到现在，你最能干的就是这次了，太棒了，赞赞赞！你们又来了，给我滚出去！村主任，走走走走。村主任，您听我说嘛，您别急嘛。那个，我们这次来不仅仅是代表雅秀集团，我们还代表月华集团呀。因为我们两家现在是合作关系，所以您就再好好考虑一下嘛。你们这些有钱人，我搞不清楚听谁的话。前天来那个说他说了算，今天你又来了，我什么话都别听。走走，快走走走走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别跟钱过不去。这个月华集团啊，他答应给你多补50000块钱。只要你答应我，全村人签字，一个人的名义再给你多50000块钱。五安，你以为用钱砸我就行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说不搬就不搬，看你们拿我怎么着。走，走，叫你们走，不走。哎，村主任，村主任，哎呀，走走走。冯总，
也许我们雅秀集团搞不定村长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应该可以。你说来听听。就是月华酒店新任的副总陆家浩，他认识村长的，不过他现在还在医院里面。喂，你搞清楚，连我都搞不定的事情他能行？我们两家现在已经签约了，这个计划是我们两个集团双赢的项目，你要搞不定的话就应该让别人来试试。妈，我实话跟你这么说，那个渔村的那个老头太可恶了，如果陆家浩能把他搞定，好啊，我以后什么都不说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都出去吧。哎，林聪儿，你等等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你先坐。哦。陆家浩那天冲进火场去救你，他的伤没事吧？哦，没什么事了，马上就可以出院了。这样就好，他可是为了你才冲进火场的。他这个人有时候就这样，一根筋。你跟他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我们两个人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。啊，我记得我之前问过你，你说你跟他还不是男女朋友。那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之前我们两个人有误会，后来误会就解开了，所以……啊，没事儿，这年轻人嘛，吵吵闹闹也很正常。不过有个事我想提醒你，陆家浩他是月华集团的接班人，日后难免会碰到一些诱惑，你既然决定了要和他交往，那你要看清楚他的为人，免得日后后悔莫及。谢谢总裁你提醒我。那我要不要跟陆家浩说一声，让他去跟村主任谈判呢？你真的觉得他可以胜任？我相信他一定可以。医生马上就来看我了，说不定他就马上就把我放走了，所以你把我当成就……哎呀，你要是没事的话呢，医生是不会把你留在医院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可以走了。所以你是跟医生商量好的是吧？行啊，就是故意的。趁医生来看我之前把我拉到这儿，这里呢人又不多，你不会是想要我这个病人做些很激烈的活动吧？谁要你做什么激烈的活动啊？我这么闲吗？哦，我告诉你啊，是有一个人要见你。谁要见我？还笑？不能笑。哥啊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当然不是啊，青山陪我来的，他去停车了。哥，妈妈说你住院了，我就过来看看你，你好些了没有啊？等一下，你不是最讨厌去医院的吗？今天一个人来看我，突然不怕了。所以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，还有一个很疼我的妹妹。可以了啊。原来你没事啊，嘻嘻哈哈的，赶紧出院得了。没事儿啊，我有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聪儿，你有没有跟我哥提那件事情啊？啥事儿？其实我本来是想等到你出院了以后再跟你讲的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渔村的补偿方案，我呢跟谢总都没有搞定，所以想让你出院之后亲自出马解决这个难题。所以就是说你们都搞不定，就只能由我来搞定了是吧？嗯。所以呢，我的能力是在你们之上。之上啊。但是你要先说服村长了，那你就真的是之上了。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？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来不与人为恶的。村主任，这起纵火案呢确实很奇怪，不过纵火的人的手段
确实很低下。算了，不想得了，就等警察局给我们答案。那个商务酒店合作的事情推进的怎么样？谈判出了点问题，俊杰他把握不住。渔民的赔偿问题我已经交给聪儿跟陆家浩去处理了。你同意他们俩交往了？聪儿已经长大了，他有他自己的选择，我只希望他选择能够给他的一生带来幸福，不要由我给他带来任何阴影。金彩，我真的有点担心。雅轩儿，你不要用过去的悲伤来折磨自己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以后无论出现什么问题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来，手续办好了，走吧。就你一个？哎呀，我的心上人没来见我，我真的好心痛，好难过。哼，他没有来，当然是有他的原因了，肯定是在忙了。哎，还没怎么样呢，就替他说话了是吧？难道我要向着你说话呀？没良心！完了吗？能听我说话了吗？说吧。这样吧，到时候走的时候回去先接一下家童，然后把聪儿也带上，咱们去渔村。哎，不行，你老爸让我告诉你，他要见你。爸，干嘛叫我来这里？你看，那栋粉色的楼，就是你老爸当年在这个城市所建的第一栋建筑。我就在他身上挖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当时我跟焕良在一起做小本生意，赚了十几万块钱，我就看中了这块地，我才发现我的投资还差5万块钱。所以你就打算向他借钱喽？没错。那到后来他同意借给你了吗？他同意借给我5万块钱，但不愿意投资，只当是他借给我的钱。2年以后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他52000块。当时他还笑我傻，说我不该在房地产低迷的时候去建房子，应该跟他一块儿去炒股。那也只能怪你们两个的想法不太一样。那后来你们为什么又走到一起啊？房子如期完工，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房地产突然火爆了起来，结果我就挖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焕良非常后悔。你想啊，如果当时50000块作为投资，那回报率就远远不止52000块了。所以我念他当时帮助过我，就在月华发展很好的时候，我就约请他过来帮忙。我一直把他当作亲戚，还扶着他走上副总的位置，直到今天。没想到，原来你跟他之间有那么复杂的一些故事。表面上看，我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，但是私底下，我们已经撕破了脸。他太让我失望了，我不能让他这么危害月华。所以你打算炒他鱿鱼啊？嘉浩，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比我有魄力，更有手段管理好一家酒店。你学到的知识就是你拥有的武器。儿子，人可以白手起家，但不可以手无寸铁。谢谢你了，谢谢你能瞧得起我，愿意把整个家业都交给我来管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压力，很大的责任。儿子，
只有勇于冒险的人，才能够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多远。再说，有我在你背后站着呢，天底下还有难得倒你的事儿？喂，你好。对，我是。什么？财经杂志的记者？林小姐是吗？哦，我是钟燕，财经杂志的记者。找我有事吗？你为什么把我约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是这样，我今天之所以约你到这儿来，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比较隐私。隐私？林小姐，你看，这是我前两天在医院里拍到的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冯总吗？你偷拍他干什么呀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小猪有思念的空气，是你哭泣声音很小心，温暖的咖啡屋没人听，他唱得太过用情，曲折的不止我和你，城市里人匆忙看不清，冰冷的房间里很安静，谁笑得没唱着不离分，有人忘了他的魂，思念总让人暗自伤神，零点零几分，窗台上有谁的梦，回放着不敢触碰，终于我看见哭着思着他的吻，思念总让你爱恨翻滚，零点零七分，结局总会很感人，他会出现在凌晨，终于我看见。